击上后，那家伙就跟开了挂似的，所向披靡，来啥就切啥，强大的效果让人目瞪口呆。无独有，温柔肆意的水一经加速，那效果可是跟水果刀有的一拼啊！你看看，拿来一个坚硬无比的椰子固定好，随后按下开关启动水刀后，只见二者接触瞬间，强大的冲击力立马把椰子给收拾得服服帖帖的。就这样轻轻的一划而过，椰子就碎成了两半。然而它的威力却远不止如此，拿来一根大香肠，将手铐铐在上边后，水刀就开始工作了。可以看到手铐看上去却是纹丝不动，没有半点损伤，但意外的是拿起来一看时，坚固的手铐竟被切开了一大半。哇哦，看样子这水加压起来也是个狠角色啊。于是脑洞大开的老外便想着将其来开瓶盖，将啤酒固定好后，水刀便迅速发起攻击。谁知不到三秒的功夫，不仅瓶盖被打开了，啤酒瓶更是碎裂的一塌糊涂。那要是换个坚固点的试试呢？当一切准备就绪后，老外便开启了第二次测试。谁知这结果可真是出乎意料，啤酒完全架不住水刀的强势猛攻，全都被他霍霍的支离破碎。由此可见，水刀的威力当真是名不虚传。